不下去了是吗？不敢演了吗？云龙兄，楚兄，请，请。哎呦，真的这个，真的是，不错。楚兄啊，看来这酒屋好酒，宴非好宴啊。云龙兄说什么呢？这酒都是好酒，至于这宴嘛，国难时期条件差了点，委屈云龙兄了。哎，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老李是泥腿子一条，打仗从来就是有一口吃一口，不像你们大户人家。来，干，干了。啊！哎呀，他吃上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的部队要扩编了。嗯，现在还空个副师长的位置。嗯，不知道云龙兄感不感兴趣？你现在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了。楚兄深谋远虑，哎，这酒不能再喝了。哎，有点上头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李云龙，如果我硬留你，难道你也不给我这个面子吗？哎呀，兄弟，你对我好。心里都知道，哎，只是现在呢，外头小日本也惦记着我的人头，我今天实在是不太方便。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弄得这么兴师动众，但就凭贵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，要是真的上了战场，那一点优势都没有。我倒想知道啊，你准备靠什么打胜这一仗？打仗靠的是气势，不能因为别人比你强你就矮他三分。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，这仗打也得打，不打也得打。咱中国军人绝对不能当孬种，逢敌必亮剑，绝不含糊。好，说得好，逢敌必亮剑。楚虽三库能亡秦，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？此乃我中华军魂也。保重，告辞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